在那个皇后组开始环保嘛，我那时候比较空闲了、啊，我说 OK 好了，就是好像去做义工嘛，有空去帮忙一下。那时候我们不认识瓷器，也不了解环保，第一次接触做环保嘛，露天的，很晒的，没有做过嘛，就一起好玩啊，好像很爽这样子啊。到现在也还是在做环保，可以讲是一种习惯了啊，让周围的环境减少垃圾啊。对，明白。这样你卖的时候变成钱嘛？哦，垃圾变黄金嘛，哈、哦，黄金做慈善做运动钱的嘛，哦，所以垃圾变黄金，黄金变爱心嘛，这样。所以你们开始在家里收集，分类收集了，一个月一次送过来。做善事会很多人都愿意做的，很多人都有颗愿意帮助人的心，实际是一个很大的福田，让大家都能够一起过来做好事啊。开始就要我们来帮忙啊。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就好啊！第一次来就讲很多道理哦，他们这个比较烦一点啊，反而不很高兴的。我就说你邀他们来帮忙啦，啊，慢慢的看心情再跟他们分享啊。有些东西给你去忙啊，会比较生活比较有意思啦。我们还有健康身体，还有这个机会啊，参与实际活动，能够付出我们就高兴了。因为做来都欢喜的去做了，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感觉很窝心，很好的一件事情啊，所以这个我会继续的朝这方面去做了。